叫贡糖啊，贡糖，贡糖，贡献的贡，贡献糖果的糖，哦，贡糖啊，对，因为他们据说这个是一个闽南小吃，以前古王上在跟福建那边遇到这些啊传统小吃，他们就贡献给王上，就叫做贡糖，贡糖了啊。我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做法是用木桶用来敲，但是因为拱拱拱的声音，哦对哦，他们叫贡糖也可以这样讲，哦啊，有两种说法啦。尤其在英文跟马来文方面，你要叫什么？英文叫 Kachang Tumbuk， 哎，国文叫 Kachang Tumbuk， Tumbuk 敲嘛 ，Tumbuk、哦啊。英文他们可以叫 Peanut Cookies， 说的是 Peanut， 应该是 Peanut Cookies 吧？哦，啊、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一个相当旧的一个什么视频吗？啊，对，就是、这个很多年了，这个其实。就很多地方都有的，只是他们做法不一样，而且口感，中国台湾都有，啊啊，对，本地人多吗？本地只有，目前我看来只有三间主要的吧。这个你们这样子，对，它用来是不一样的包装，不一样的品质，不一样，口感也不一样。一般上在那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？土产店，或者是路边那些你平时休息站那种多的休息站。啊，那些都有会买，都会卖。我们主要是批发专区给那些旅游胜地，旅游胜地的那些土产店啊，他们去买。哦，啊、像马六甲啊、麻坡啊、怡保啊都有。